你是读牙医哦？没有啊，那你要改行啦、啊。人类不看眼科啊，可是人一定要看牙齿啊，因为牙齿很痛啊。读什么眼科？读牙科就好了。现在眼科很少哎、欸，牙科家这附近都没有眼科。我们学校那个科那个牙齿齿模的，他们被蛋糕逼不了。那个下礼拜是不是要更新那个什么连绵岛那个抽奖？好像是吧，好像是八条。还有新地图不是吗？好像是吧，好像是酒桶，好像是什么林，山林凉。那就不关于我职业，就没有特别。不关于你的职业，关于我的，现在应该是在幻影迷藏森林的，就乖乖的等卢恩。幻影太久连，幻影想太多，剪辑吧，这游戏制作人疯了吧？每加一远距离加2%，远刚加2%，然后一样加9减20%延迟，加11，再。HPSP 在讲什么？我就是笑，然后他就直接。你以为只有经验那么简单吗？错了，疯了吧？分分钟扭转战局。你看这两个人，真受不了。我没有强求啊，没有啊，斩首，反正我也是没差啊。我看到阿兔在测试机甲啊。阿秃，我跟阿秃借就好啦。秃哥借我狂服练周末。秃哥是拿狂服吗？是吧？不然红莲剑也可以啊。阿秃的角色怎么都是表情啊，都好好笑。都是秃哎、欸。哇，对哦。看。不准你笑我们三零两表情凸。表情凸。封锁。你躺一下哦。天啊。睡觉。没有去躺一下，感冒吃。应该。那、啊、你有要打160这样子。他应该会一觉到天亮了，我觉得是啊，感冒很难睡着，还会再起来的，最烦。感冒又是死，但你没有感冒，还是啊，咳嗽，又是死。屁塞屁眼勇士士，屁眼勇士士啊！真的这样唱啊？有这工会有人去 EG 当佣兵 ？EG 哇，那是好像是以前新城的吧？好像回锅香港城去，好像去 EG。EG 当佣兵吧，好像打一，我他是说用我们刚才用他说哇，你这样打一次 EG 可以多少薪水？他说给1000，那不是跟七佛一样？没有，他就打说我打2-3个小时，好像打征战2个小时吧，然后2个小时 EG 给他，给他多少？1000万啊！是不是不止？他就说他给多少我就打多少的呀、啊。他说进去10000000也没什么补品啊，那就我进去直接进去躺不打。10000000塞个牙缝够不够啊？